来看新竹有方面的消息，本来讲在103年要来实施的这12年国民教育，即马传出讲可能又搁有变化哦。顶礼拜五这行政院来开会啊，因为这开会这委员对着立法的这方式，甲这学区有意见，有的人也过来提出讲，是不是103年依然是用考试来立法？这教育部长今仔会再有来澄清，讲确实有人是安尼建议，啊，不过这行政院长郭董伊已经差是教育部爱来做研究，第一礼拜来提出报告。才拄到金门到局长会议还未开，教育部长吴清基赶紧开记者会，讲是院长吴敦义无伫咧顶礼拜五12年国教的推动委员会做出延后取消期前的指示。最后的会议记录呢，院长才是说，这个入学方式啊及就学区的规划呢，因为影响生面啊相当啊的这个层面很深远啊，所以呢，请教育部审慎研议啊。并且呢，在一周内呢，哈，在提会、在讨论。吴清基讲，会议内底确实有委员对立校方式甲旧学区有质疑，尤其是明星高中敢会继续存在，以及特色安怎招生，更加是大家讨论的焦点。明星高中呢，我们是用特色这个招生啊的方式来处理啊。那事实上呢，这个明星高中有人认为要打散啊，有人说要保留啊，因为各有各方的看法。吴清基讲，12年国教总共有28方案，但是毋是每一个委员拢看过才误解。这个方案行政院也要核定，任何人拢会使表示意见。也毋过103年12年国教免学费，大部分免试立下方向未改变。记者林秀伟、新志平、金门报道。